你有钱了，欠我的钱都还给我。你欠我两次钱，一次欠六万，一次欠五千亿。还，当然还，钱都在袋子里，你自己拿就行了。金蝉，你有住的地方吗？没有住的地方，我的家被这些修仙者放火烧了。我家房子多，你去我家住吧。谢谢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小子，你快放了我们，我们都是灵兽山宗的弟子，快放了我们，灵兽山宗你惹不起，你惹了灵兽山宗，你的结局会很惨，你会被灵兽山宗的九大长老打陨落。原来你们是灵兽山宗的弟子，我过几天去挑战灵兽山宗掌门雷辉，九个小时后你们就可以动了。师父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金家来了很多修仙者，他们说给你钱，让你给他们充值修为境界，你快回家吧。徒弟，我一会回金家。徒弟，交给你一个工作，这袋子里有六千亿，你拿着这些钱去买房子，把钱花完买大房子，房子越大越好。师父，你是有钱人呀。师父，金家有很多房子，为什么还要买房子？买大房子放钱。有钱人，快去买房子吧。飞回去浪费灵力，我现在有钱了，可以买一辆跑车。修为境界充值系统，我买一辆跑车，百公里加速最快的跑车，一辆多少钱？9999亿。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你买就买，不买拉倒。买一辆，袋子里的钱你自己拿吧。跑车给你，这是光速跑车，百公里加速1秒。这车很帅呀。什么情况？这车怎么跑了？这车可以自动驾驶，这车还可以飞。你看这车长了两个翅膀。怎么让这辆跑车停车？你大喊一声，光速跑车停车，这辆光速跑车就停车了。光速跑车停车怎么开启飞行模式？你大喊一声，光速跑车起飞。光速跑车起飞，666，这辆光速跑车真的可以飞。大家别着急，先排队，充值小境界站左边，充值大境界站右边。你充值几级小境界？我充值二级小境界。充值二级小境界100万金币，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我一不刷卡，二不现金。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这里是捣乱的，是看你怎么骗人的。我要揭穿你，你是骗子，我不相信你可以充值修为境界。火焰燃烧。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你想找事是吧？小子，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。今天你就见到了，我就是来砸场子的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你打我呀，我一脚，这孩子不结实呀，一脚就踢碎了。我再一脚，这个桌子也不结实呀。大哥，这叶家少主太嚣张了吧，他不是来充值修为境界的，他是来砸场子的。我们萧家跟金家是至交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帮金家？不用帮金家，我要看看金家怎么处理砸场子的人。未完待续。